关111年5月7日8时55分发生在芦竹区中正路与南山路口交通事故一案，芦竹分局说明如下：55岁陈姓妇女驾驶重机车至中正路外侧车道向所驶入路口时，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，而与当时直行中正路内侧车道由33岁林姓男子所驾驶自小客车发生碰撞。事故中仅陈姓妇女全身多处受伤，原警对双方施以酒精测试，其酒精值为零，未有酒后驾车之情形。事故发生至今，本分局未接获当事人提出伤害告诉，有关民事赔偿事宜亦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调。本分局在此呼吁，驾车请遵守交通号志之规定，转弯或直行变换车道务必使用方向灯，以提醒后方来车注意。驾车行经路口时，请放慢车速，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，以免因一时疏忽造成意外之发生。